中奖几率高达90%，中奖前只要有彩券开出头奖，就能听到这欢喜鞭炮声。不过这回得还款了，因为6月7号大乐透没开出头奖，已经连四杠。听到这里也别太失望，因为下一期6月10号大乐透销售金额上看1.5亿，头奖金额预估有1.1亿，如果独得就是亿万富翁。 为了增加大乐透买气，端午连假推出好康大放送。6月7号首发端午加码大乐透，已经开出1组1000万，还有3组500万，都是独得。这回没跟到，还有一次机会。6月10号还有5组1000万和10组500万。有了大乐透端午加码，彩民们等着一边开心吃粽子，一边欢喜迎财神。 端午节开心放连假，台彩祭出加码大礼，要将买气冲到最高点。端午配上大乐透，彩民们就希望这张彩券买下去，能真的包中，让自己成了财神爷眷顾的幸运儿。记者王嘉欣、赖碧香高雄报道。